喂，Hello，咁多位早晨啊！呢出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咧，咁我睇喺我去睇之前咧，咁我阿妹我妹夫，咁即系佢哋睇咗都好即系佢哋好喜欢，咁即系亦都有一啲嘅听众咧，即系亦都留言问我睇咗未啊，咁即系好期待我去睇咁样样啦，即系佢哋系 positive 嘅，即系唔系想我中伏嗰种嘅，咩有啲听众好贱格噶嘛，即系佢哋系即系故意令我中伏，但系即系呢出唔系，即系。佢哋自己喜歡，咁佢都想我去睇咗就講翻我覺得點樣樣咁樣。咁啊呢出戲咧，即係我喺睇之前咧，我冇刻意去睇佢，即係嗰啲故事簡介啊，我冇睇 trailer。咁但係即係我見哇嗰個 poster， 即係我有睇嗰個 poster， 哇好立亂啊！所以但係即係睇完個 poster， 我係完全估唔到佢出戲係點樣樣咯。OK。咁咁但係呢即係我就好高興呢出戲呢就唔係成龍做主角，因為我上網睇咗一啲嘅即係嗰啲嘅訪問咁樣呢，即係呢出戲本來係揾成龍做主角喎，喂屌，如果係成龍做主角呢，即係佢無論佢點樣拍呢，即係我都唔會，即係我都唔會鍾意囉，即係我甚至乎唔會想講囉， ok， 咁即係佢唔係佢做主角咁好好多，知唔知呀？咁即係事實上即系我都相信，杨紫琼同埋即系呢一班嘅演员做系会好睇过，即系成龙做主角啦。话不过 anyway， 咁啊呢出戏咧，首先讲佢个嗰个嘅类型啊，佢系其实我即系系好好多种类型咯，即系其实呢出戏系复杂嘅，即系佢个 poster 其实亦都符合佢嗰种嘅风格。即系佢系 comedy 啦，即系首先 ，OK， 咁佢有少少动作，咁但系即系你唔可以当佢系功夫片嘅，但系即系佢有几幕功夫咁样样，咁但系即系我谂啲外国人即系见到都会即系会即系好兴奋咁样样，即系我睇就一般咯，即系其实嗰一啲嘅动作场面，咁啊即系佢系一个嘅 comedy 啦，咁啊。佢亦都係有佢有一個 sci-fi 嘅元素啦，甚至乎係 high concept 嘅科幻片，即係唔係一般嘅科幻片，係 high concept 嘅科幻片，因為佢裏面咧係有深入咁樣去探討平衡宇宙，即係佢唔係 Avengers 嗰啲咁樣樣喎，即係佢係幾深入去講嘅，因為佢有探討到咧，即係你喺嗰個平衡宇宙裏面即係。各樣的 implication， 並且咧係從中會引發出嚟嘅一啲，即係我係哲學嘅討論，形而上嘅哲學討論，甚至乎係呢樣嘢。即係佢呢出戲咧，即係我佢裏邊係碰觸到好多唔同嘅 topic。OK， 咁但係即係以我睇呢出戲，我睇完之後我嘅理解咧，即係佢裏邊主要。讲嘅嗰两样嘢，即系佢里边即系最主要碰触嘅嗰两样嘢，就系、是、第一就系、是、做人嘅 purpose， 你知唔知啊？即系做即系生命嘅真系生命嘅意义，真系唔系讲笑。咁呢个系同佢嗰个平衡宇宙即系引发出嚟嗰个嘅探讨系息息相关。佢里边系花好多嘅。时间去讲呢啲嘢，即系佢里边好多嘅事件嘅发生咧，系即系重要嘅事件嘅发生，系同呢个 topic 系即系有直接关系。即系因为即系佢点解会有一个咁样样嘅探讨咧？就系、是、因为喺一个平衡宇宙里边 ，OK， 即系例如你可以你要作一个嘅决定 A 或者 B 咁样样，咁你做 A 嘅决定 ，OK， 你做咗 A 嘅决定，咁但系你知道喺嗰个平衡宇宙里边有另一个嘅你。佢系做咗 B 嘅決定 ，OK， 咁你做乜嘢決定？咁咪即系其實咪即系屌自撚扮啦，係咪？即係因為你做咗 A 啫，另一個你其實係做咗 B 噶，咁有乜 point 啫？即係會唔會即係做人其實係完全冇 point 咧？定係其實都有 point 咧？咁即係佢出戲其實佢由頭即係唔係由頭到尾咧？即係喺中段打落直到尾。其实都喺度探讨呢个问题，即系其实 ，OK， 咁呢个其中一个嘅我觉得佢系即系探讨嘅问题啦。咁另外一个咧，一个嘅 topic 咧就系讲一个其实就系家庭，
主要系讲嗰一个嘅母女嗰个嘅即系之间嗰一个嘅关系咯，即系呢两点咯。咁即系我都要，即系我都要 summarize 下，即系佢嗰一个嘅故事嘅。咁但系即系你要明白系比较困难啦。即系我只可以系超粗略咁样样啦。咁好粗略咁样讲咧，就系讲杨紫琼。佢有个老公，有个女咁样样啦。咁咧，即系佢仲有个老豆。OK，即系佢哋一家四口咁样样咧。佢喺一即系一个华裔嘅家庭，咁但系移民咗去美国咧，已经好多年噶啦。OK，咁咧就讲咧，即系呢一个好普通嘅女人，佢有一日咧就突然间发觉咧，即系原来系有一个平衡宇宙，一个平衡时空，即系多重嘅。平衡時空存在嘅，咁即係知道呢一樣嘢，咁同埋呢，即係喺其他平衡時空呢，即係有另外一啲人呢嚟，即係揾佢幫手啊，咁樣樣呢，就令到佢嘅生活呢，即係一個重大嘅變化，即係大概係咁樣樣，因為佢後面佢係引發好多唔同嘅事件出現咁樣樣咯，OK。咁咧就首先即係講下佢裏邊嗰一啲嘅角色啦，即係我中意嗰一啲嘅演員同埋角色，OK，肯定咧就係好過即係成龍做主角噶啦，即係其實我都唔係特別喜歡楊紫瓊嘅，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佢喺呢出戲裏邊即係唔錯啦，即係佢講英文咧係有一個嘅 accent，即係佢有一個嘅口音，咁但係咧即係喺呢出戲裏邊咧。即系我觉得系有好好咁样利用佢嘅 accent，即系我觉得即系 make sense，同埋系帮到佢演嗰一个嘅角色，即系 it works for her，咁所以即系我觉得系几好咁样样啦，即系Shorty 好好睇啦，佢个女亦都系OK 啦，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咧，即系最对我嚟讲最突出嗰个角色咧，即系其实系 Jamie Lee Curtis，知唔知？我都唔知有佢咁。但系即系出戏开始咗一阵咧，即系我觉得喂呢、這个角色好突出，然之后觉得好熟面口，跟住我睇咗一阵，我先至留意到嗰个 Jamie Lee Curtis，因为怪不得咁好睇啦，真系好睇喎，嗰个角色好过瘾，知唔知啊？即系我觉得最突出系嗰、那个，即系反而系，但系佢系一个配角嘅角色，咁但系即系非常之佢系配角。佢嘅戏份唔系好多，咁但系即系佢都紧要嘅，即系佢嗰一个嘅角色，同埋即系都玩得好癫咁样样嘅。咁啊呢出戏咧，即系佢亦都系一个 comedy，咁但系即系喺呢方面咧就唔知啊，可能有啲人都会觉得好笑嘅，又或者我因为我睇嘅时候我唔喺戏院睇，我自己喺屋企睇咁样样咯，即系我就冇即系睇觉得睇。觉得好笑嗰一种嘅气氛咯，咁但系即系有时你睇笑片，自己一条友喺屋企睇，或者即系我同夫人睇啦，同喺戏院成班人一齐睇，即系嗰个氛围系会唔同噶嘛。咁但系即系我睇呢出戏嘅时候，即系我只可以报告，即系我唔觉得十分之好笑咯，即系 O K 咁样样，即系我但系整体嚟讲，我唔觉得十分之好笑咯。即系我最欣赏呢出戏咧，就系我好欣赏佢嘅。creativity，即系我觉得系真系一出好 creative 嘅电影。佢唔系佢里边嗰一啲嘅 i，即系嗰啲大嘅主要嘅 idea 好 creative，即系嗰啲咩平衡宇宙啊，探讨人生嘅意义啊，咁即系好多其他戏即系都有讲过啦，即系其实系咪？咁但系即系佢嗰啲细节。佢嗰啲嘅 implications，佢点样将呢啲嘅 idea，佢点样发挥出嚟，然之后即系佢系揸住，即系嗰个呢出戏系一个 comedy，佢揸住呢一个嘅 license，跟住咧即系佢系真系做啲，即系将啲好真系即系天马行空嘅嘢，即系佢真系拍咗出嚟咁样样咯，认唔认？即系佢喺呢出戏，佢个 poster 都有写天马行空。佢出戏喺最尾嗰一幕咁样样咧，佢都喺个画面嗰度写天马行空，即系我觉得系真系天马行空啦。呢出嘢真系咁系好有趣嘅，即系我睇嘅时候，即系我觉得系 OK，即系我冇觉得太癫，因为佢个气氛系咁样样咧，系
同埋，因為佢探到好多嘅問題嘅時候咧，即係你都覺得佢都嘗試深入，同埋係有用腦去探討嗰啲嘅 implication。所以咧，你又唔會覺得咧，即係佢係純粹咧就係揸住喜劇嚟到當為一個借口嚟到亂嚟。然之後，乜嘢都唔解釋，亂嚟咁樣樣，佢唔係咁樣樣，咁我覺得即係佢係即係呢一個嘅平衡啊，即係我覺得係拿捏得幾好咁樣樣咯。咁但係咧，整體嚟講咧，即係呢出戲，即係咁樣講，呢出戲佢有一啲嘅部分咧，其實我係好喜歡，我係好中意，特別係即係接近尾段嗰一啲嘅部分咧，即係我就最喜歡。咁但系整体出戏嚟到讲咧，我唔系特别喜欢，我觉得系有两个原因咯，即系首先对我自己嚟讲咧，即系我觉得呢出戏咧佢最有趣嗰一啲嘢咧，就系佢当佢系即系真系去探讨啊，即系佢好多个平衡宇宙，即系佢嗰一啲嘅 implications， 即系当嗰出戏佢去好集中去讲呢啲嘢嘅时候咧，就系呢出戏对我嚟讲最有趣嘅时候。咁但系咧，即系佢呢出戏咧喺比较开段嘅时候咧，即系佢系比较多即系佢啲 editing 咧，即系都系好 sharp， 知唔知啊？即系都系 edit 得好好嘅，都系。但系咧，即系佢就比较 focus， 即系。是讲个家庭佢里面嗰一啲嘅 comedy 啊，同埋一啲嘅打斗啊，即系比较即系好似一啲 popcorn 科幻片，即系嗰种咁样气氛嘅时候咧，就冇咁好睇咧。即系其实即系我觉得系咁，所以即系我自己咧，即系就觉得呢啲出戏头嗰橛咧，即系其实系一般嘅啫。是去到比较后段啊，或者可能即係中间打后啊，咁即係可能过咗成个钟嘅，即係甚至乎即係先至係好有趣囉，即係我觉得係。咁同埋呢，即係另外呢，呢个就纯粹係真係口味嘅问题，就係我自己就唔係咁鍾意睇啲戏啲电影，即係讲母女关系嗰一啲嘅电影呢，即係我麻麻嘅，即係通常係。即係例如呢，即係早几年呢有出好多人都好鍾意嘅叫 Lady Bird， Saoirse Ronan 做嘅。即係我都唔鍾意睇囉。即係我觉得係因为即係佢嗰出戏又係讲嗰啲母女情啊嗰啲呢。即係逢係讲呢个 topic 嗰啲电影呢，我就唔係好投入。咁但係即係当然呢个只不过係即係我自己口味的问题啦，系咪？即系有好多其他人系中意呢个 topic 噶嘛？即系其实系咁，但系即系对我自己嚟讲就唔系好 work。咁但系即系呢个系即系贯穿成出戏噶嘛？即系呢出戏里边系非常之重要噶嘛？即系我就麻麻啦，即系我自己就 well anyway。咁啊呢出戏咧，即系我唔知道我会唔会，我唔知道我会唔会翻睇。其实我可能未必会翻睇，因为出戏好长。我相信唔会系我年尾，即系去到年尾，我数十出我今年最中意嘅电影，我觉得佢未必系其中一出咁样样。咁但系即系佢里边局部嘅部分，我系喜欢嘅咁样样。咁啊，所以咧，即系我俾佢评分咧，即系我相信就系可能 B 减至到 C 加之间啦，因为有一啲嘅部分我都相当之喜欢。咁啊，即系我。officially 即系我就摆佢B 减咁样样啦 ，OK， 即系低嘅 B 同埋高嘅 C 加咁样样，大概。